脑洞，那就选男的吧。呀，男的。小蒲和文涛进行了十次石头剪刀布，已知一，小蒲出了三次石头，六次剪刀，一次布；二，文涛出了两次石头，四次剪刀，四次布；三，十次对决中没有平局；四，你不知道他们的出拳顺序。你知道谁赢了吗？请说明原因。限时六十秒。那小蒲的六次剪刀里面是赢了四次，输了两次。好，那应该是小蒲赢了，因为这里面说了是没有平局的，所以说小蒲的六次剪刀是都没有碰到对面的剪刀，碰到的是对面的石头和布，所以说他的六次剪刀里面赢了四次对面的布，而他的三次石头和一次布都碰到了对面的剪刀，所以说他石头又赢了三次，剪刀赢了四次，一共赢了七次，所以说小蒲赢了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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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难嘛，确实。三。吉利，男的，我不选男的，歪哥，真男人永远都选男的。哎，不要给我们健身群丢人啊！我选一。展示你的搓衣板腹肌。啊，这个真的是一吗？我觉得比那个还难。对啊，怎么做啊？这个动作是怎么？没事，要先摇骰子，先摇骰子。你争取摇一个一，兄弟们辅助你一下，让你完成一个。哦，一就是几个是不是？那六不是死了？你不会摇到六，你不可能摇到六的。你看，看着没？跪下是吧？做一个，准备计时。哎，很标准。喂。哇！坐好了。这么强，不愧是健身界的大佬，为健身群争光了，争光，获得一枚。又是体力。一，来个男的吧，来个男的吧，男，都负了对吧？证明一下自己，胯下运球，胯下运球那不很简单，真是。我不会打篮球怎么办？我教你，阿卜，拉长，我们拉长时长，就是教我胯下以后看。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清楚？还换脚呢？拉长，我可以不换腿吧？应该可以，你可以。完了，记了呀。来，开始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一个，两个，好，不间断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太强了，稳得很。不对，慢动作，这是五四三二一。可以，好，这是我见过最牛的胯下运球。我们的题说的就是胯下运球，他们要说快速胯下运球，连贯胯下运球。对呀、啊。